하나 둘셋 샷 찰라 全龙的主场、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来跟他们 battle、又要 battle。 对，上次的 battle 是我们主场、他们来跳嘛、但是比较不一样是两边都有音乐哦，对耶，是这一次不一样，这一次是他们自己全主场，可是我们来踢馆了、为什么不让我们跳、想硬耶、没关系啊，也没关系，太累了。这一次的 battle 会紧张吗？不会哦，就很淡定。我觉得蛮，因为也是熟悉的场地，然后跳起来就觉得还是蛮自然的，就是很自在啦、我觉得不会紧张，就已经习惯了。加油啦，加油，芷萱宝宝，我们的学妹又要来 PK 了。还好因为我跟人一起。不会啦，我们小学妹其实芷萱也跳得非常好，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。对，学姐啊，升了一级的学姐，那你今天要更好的啊。神医也来了，神医今天，对，今天 PK， 你记不记得你上次来到这边你怎么说的？你说是有对的哦，真的遇到了耶，真的遇到了。此时此刻什么感觉？我没有，上次开玩笑的啦。直接怂掉而且上次我跟小龙女在聊天的时候。他说他们希望他们一群人跟我们要，然后接着怎么样 battle 起来。我这样说，我不想对。这样是非常的熟。这个我可以。这时候应该要派凯莉丝吧，凯姐。应该还是算蛮紧张的啦。陈毅会紧张？对啊，因为今天我们就是跳这一支舞一样，就知道把它跳好。是今天的比较特别，5:30的时候会有一个见面会，那再来就是等到中场才会看到乐天女孩与就是小龙女 battle。所以我觉得她紧张，她在练舞。小学姐在练舞。赢了也来了，赢了。你会紧张吗？今天要 battle？ 不会，很淡定。小情在就不会紧张，不会啦，我加油加油，可以的。梦洁来了，yeah. 会紧张吗？因为今天要去跟他们 battle。嗯，还好。我们乐天女孩现在是老油条了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开心比紧张多，就是老朋友。对，这也是开心啊，是，就是一起表演。其实还蛮期待他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。对，因为不知道他们会表演跳什么。对，没关系、我们今天就给他美到底，加油 ，Yuri 仙女哦，好紧张哦，你会紧张哦，超紧张的、啊，你今天的 battle 你还会紧张吗？你算是老将之一，我们亲门大，亲门踏户哎，啊，最近都一直在亲门踏户啊，有啦，我们快回家了啦，哦，真的很想要赶快回家啊，是啊，我毕竟我是巨蟹座，我是挺想家的，但其实今天他们因为是女孩日，其实他们也做了还蛮多特别的活动，蛮期待的，我是觉得。很兴奋哎、因为我刚刚经过就是来休息室的时候、他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娃娃哦、然后就觉得哇好可爱哦，好疗愈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休息室，我就觉得这个休息室的顶级包厢的感觉，有种奢华尊荣的被服务 的待遇。对，然后呢这个眺望下去呢，我到看到我们的看台，哇，这舞台也太大了吧，对，就觉得等一下就尽量先不要紧张，要好好享受一下这个第一次来这个新舞台表演的感觉就好了。没错，加油，待会就好，加油小瑞。不要跳错，现在呢就是大家的整装时间，待会呢球迷就要进场了，一进来就看到我们多会哦。我才刚说要准备出去，他竟然说要出去了，那我先吃一口，才说出去人就给我吃一口，什么概念？你在录影吗？对，大家都知道了，完蛋了，大家知道了，可以再等你吃两口了，两口，刚说哪一口而已哦，两口，给我动作，训练我，各位，我们要准备出门了，女神，女神，不要玩，太丑了，5、6
就完美出现哦。4 3 2 1刚刚说他从小看我长大，笑得出以前的拉队名字，那真的是有在看球，很复古。看来你也是直棒的常青树之一耶。你要才26岁，我才26岁。所以他真的看你长大。我们准备要前往见面会现场咯。等一下的场馆活动见面会会需要大家，好多人哦。我跟看官都会说，都会你回来，你回来不准过去了。我都喜欢，我们也喜欢你，加油啦！今天，思源你怎么在这里？啊，我今天是太棒，哈哈哈哈哈。小龙女要开场了，带各位来上帝视角看一下。乐趣也是满满的人哦，哎，这边真的是上帝视角看啦啦队。陈晨威真的跑非常快，一路跑回本垒，希望他没事。应该是，然后小姑要回来，对，就拐到了。天哪！跑得太快，所以那个后坐力太大了。我不觉得在这边看球现在蛮爽的。对啊，而且可以边直播。现在人家女孩把时间用的，你知道，就是淋漓尽致，能够直播边直播，对，连直播时间都不放过的。现在坐在这边上帝视角，然后他们同时直播，同时为球赛加油，加油！上帝视角。太好了，各位，一局结束，但是我们2-0领先。没听懂。不选龙的球员棒子好花巧蓝色 ，Oh my god！
还好没事没事，我以为出去了，好险。跟你们说，从外面其实是可以看得到里面的，所以很多球迷就会走我们这边经过，然后抬头看我们，跟我们打招呼。你们看，你们看，大家都在跟我们挥手。我们很像动物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真的很像动物园里的动物。我们要准备上场了。聪明宝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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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，准备开始了，仙女们，仙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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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。哇！我坐在味全龙的应援席这里，而且重点是我旁边是小龙女马妹。你们今年开始是不是都一到九局应援？没错，我们分 A B 组。哦，也就是没有像以前只有一二三，然后可能五局中场，然后才那个。那你们现在都是一到九，我们中场也有人。赛已经进行到七下了，女孩们也都出来了，而且听说他们今天是全员到齐。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喜欢我的话也可以用超级感谢支持我，我们下次再见。